紧接着上来要为大家欢迎的就是我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的翡翠骑士。東京農業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楽部エメラルドナイトの皆さんをお迎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那他们呢也是，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先给他们一点热烈的掌声鼓励？熱烈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这也是翡翠骑士第一次参与海外的公演，就来到高雄。エメラルドナイトの皆さんが初めての海外公演がここ高雄です。他们也是以多达了148人的盛大阵仗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演出。今日148人のメンバーで壮大な編成で高雄にやってきました。紧接着下来就请全场的民众朋友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最最用力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翡翠骑士？では熱烈な拍手でお迎えしましょう。那他们也是第一所在同年荣获两座全国性大赛金赏的学校。初めて同年に同じような優勝を取った初めての学校です。这一次非常非常的难得，在我们的国庆大会演出之前，就先来到高雄为我们进行国庆抢先看《翡翠骑士前进大港》。今回建国記念日先取り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して高雄まではるばる日本からや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那待会也希望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高雄的热情欢呼。紧接着上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最用力的掌声加尖叫声？让我们这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翡翠骑士。熱烈な拍手でお願いします。Thank you.
请大家再一次给我们的翡翠骑士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现场好像有听到一些安可的声音，大家是不是可以整齐大声一点？我们大家一起喊安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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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メラルドナイツの皆様、アンコールの声に応えてもう一曲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我们翡翠骑士可以再帮我们多安可一首吗？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翡翠骑士，他们海外第一场演出就献给高雄，大家觉得这样有过瘾吗？还想不想要再多安可一首？你们的安可声在哪里？
様アンコールの声に応えて最後にもう一曲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接下来，我们的翡翠骑士也准备了最后最后这一首精彩的歌曲要献给大家，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再一次给他们最用力的掌声加尖叫声？熱烈な拍手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让我们再一次欢迎翡翠骑士。もう一度力強く途切れることのない拍手でエメラルドナイトに感謝を伝えましょう。从他们整齐划一、精神抖擞的演出也让我们由衷的感动。このように高尾で初の海外公演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请大家也再次给他们不间断的掌声。当然高雄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在国庆抢先看，就提早感受到翡翠骑士强大的魅力。高雄市も建国記念日先取りイベントでエメラルドナイトの強大な魅力を体験できることを光栄に思います。我们相信今年势必一定会再度掀起一波翡翠骑士风潮。今年もエメラルドナイトのブームが必ず巻き起こることでしょう。我们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再一次的给我们的翡翠骑士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最後に熱烈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期待透过这一次的交流，我们也能够让年轻世代在台日建立友好的情谊，更为台日交流谱出崭新的篇章。今回交流を通じて、国内外の多くの友人が高雄の情熱な魅力を感じられただけでなく、台湾と日本の若い世代が友情を築く手助け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是的，我们也再一次掌声，谢谢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翡翠骑士。再度東京農業大学第二高等学校の皆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他们第一次来到台湾首演，首度海外演出就献给高雄，再一次的谢谢翡翠骑士。海外首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是的，我们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请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场上的表演团体，也请民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先留步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请大家先不要离开。请大家再一次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翡翠骑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は皆さん、開けていただいて。是的，我们也请民众可以先留步，不要急着离开。那也是不是可以请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请大家再一次掌声鼓励，也谢谢我们的市长，也谢谢文总的协助，同时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议会，还有我们现场有议长，众多立法委员的支持，为我们高雄市民朋友们争取到这么难得宝贵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请大家掌声鼓励。那同时呢，我们现场哦，也要请民众朋友们可以先留步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先不要急着离开。